复合的话，我现在我就死给你看。你的女儿教唆我的孩子自杀，你要报警啊，请便，我是不会答应你任何要求的。但是告上法院，我女儿怎么办？不应该跟她一起慌，她就可能来闹情绪也说不定，她有可能会被判刑啊。很不幸的，有可能会被拘留。她可能会惹上麻烦。希望我们发生事的时候，有人会帮我们报警。其实受害者是整个国家。告诉你喽，星期日晚9:30，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。